如果我们许愿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，和一个没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，可是这个没有许愿的人，他是觉得他一辈子都要渡人，请问师傅，这两者渡人的功德有差别吗？师傅，这两者各人的目的不一样的。一个比方说他身体不好或者想消除灵性，他许愿100个、啊，这个他是有目的的去渡人，他会消掉他的业障，这也叫愿力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，还有一个呢，他就说我有个这个愿力，我也愿意啊，一直渡人，这也是很好。实际上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身上还有业障要消，还有一个呢，可能业障很少，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方面事情做好，就是这样。哦。啊。好，懂了。